北杰出演艺团队天马戏剧创作团与台下小朋友热情互动，精彩的演出为2024新北儿童艺术节揭开序幕。今年以怪兽王国为主题，打造六大场域，并融合了艺术表演、创意装置、手作体验、市集等活动，邀请家长带着小宝贝一起探索体验。新北的儿童艺术节是我们暑假期间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共同来参与的一个活动。我们在第16个年头，我们今年是以怪兽王国为主题，那在7月13号到7月21号，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新北市的板桥区，那在我们市府大楼前的市民广场，还有在我们板桥区的府中广场。新北市副市长朱替之表示，连续举办16年的新北儿童艺术节活动，已经累积了660万参加人次。7月13号晚间6点半将会有揭幕仪式及演出，而周一到周五晚间也有悠悠家族与人气卡通明星呈现热力十足的唱跳表演，内容丰富多元，欢迎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来，一起欢度美好时光。我们这个地点，其实大家要来是相当的一个方便。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可以搭乘捷运、搭乘台铁、搭乘高铁到我们的板桥车站。那从板桥车站走出来，就可以来到我们板桥的这个市民广场，来共同的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儿童艺术节的活动。文化局表示，除了市民广场和府中广场的活动外，文化局所属各艺文中心与博物馆也同步推出儿艺节系列主题体验活动，欢迎民众踊跃参加。记者罗伦宏采访报道。